来看呢，例题一。四求下列各无穷极数的和呢？好，好，第一小题，一分之一加上一加二分之一，加到呢一加二加 n 分之一，啊，一直加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先要把什么 Sn 找出来， Sn 等于多少？ Sn 的话是等于一分之一加上一加二分之一嘛，加一加二加 n 分之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把一般项找出来看，一般项哈，一加二加到 n 分之一嘛，哎 k 分之一嘛，这是一般项，递贴项。再等二分之 k 加一分之一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这个就等于呢 k 加一分之二，啊，这可以拆成多少？拆成二，啊，乘以多少 ？k 分之一减掉呢 k 加一分之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好，那拆的话，那我就逐项拆嘛，所以我就知道呢，我就知道哈。Sn 就等于多少？就呢两倍的哈，这里有两倍嘛。然后 k 的话从哪里开始 ？k 的话从一开始啊。好，这 k 的话从一开始嘛。k 从一开始一直到 n 啊。k 从一开始到 n， 所以是一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嘛，加上多少？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一。好，这一项是这一项，不对啊，我看到 k 的话有从多少呢？哦，对了，这一项就这一项，还要乘以二了，乘以外面有个二嘛，这一项乘以二的话就这一项，啊，这一项乘以二就是这一项，对吧？一直加到哪里呢？加到那个n 分之一嘛，减掉呢 n 加一分之一，那这些都可以消掉了，消掉了，消掉变成的话，两倍多少呢？一减掉 n 加一分之一啊，这是 Sn 啊，啊，所以哈，我就知道呢，无穷等比级数的和，所以呢 ，S 等于多少 ？limit。n 趋近无穷大，两倍的多少呢？一减掉 n 加一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二。接下来问题，这样，最下面最下面这个，对吧？这我就把一般项抽出来嘛，抽出来分析啊，这一般项可以代表每一项，对吧？好，抽出来的话呢，这一加二加一直加到 k 的话，就等于二分之 k 加一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啊，一般项这分母把它加起来是不是这个？啊，是不是等于这个？啊，这个我二抽出来嘛。这个 k 乘以 k 加一分之一可以拆开嘛？拆成这个样子，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吧？对啊，那这样就没有问题啊。那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现在把每一项都带进去嘛。当 k 等于一的时候是第一项嘛，第一项就是这一项啊。一分之一哦是等二乘以这个嘛，因为这里有二嘛，是不是？那第二项呢？第二项嘛，是吧？第二项是二乘以这一项，哦，当 k 等于二的时候嘛，
是这一项，就这个有没有？当 k 等于1的时候是第一项 ，k 等于2的时候是第二项 ，k 等于 n 的时候是第 n 项，然后你一个一个带进去了，然后就消掉嘛，消掉，是不是这样的样子？有没有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哈，再来我们看看呢，这个抄完了哈。抄完的话，我们看看呢，这个第二小题，这擦掉哦，啊、哦，这抄完了吧？抄了没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这个第二小题。哦，这个求无穷等比级数哦，跟求那个普通级数是一样的，关键在你要能够分析一般项，一般项你要能够把它拿出来分析，看它有什么规律啊。然后你再加以化解，哦，这找一般项是非常重要的，哦，这是一个基本功啦，找一般项，哦，你要是很会找一般项的话，哦，几乎就是通通会了，哦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第二小题，他说呢，一的平方之三，加一平方加二的平方之五。哦，加加加，啊，加到最后这是一平方加二平方嘛，一直加，加到 n 平方分之二 n 加一啊，好，然后一直在加，要算这个了，那我就把那个一般项拿出来分析嘛，这一般项是吧？一平方加二平方嘛，加到 k 平方分之二 k 加一。OK 加一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拿出来分析以后哈，这是一平方加二平方，这个这是那个每一项的平方加起来，这有个公式嘛，这是六分之 n 加一，这是 k 加一，二 k 加一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二分之二 k 加一嘛，那二 k 加一可以约分嘛？所以这个变成多少？变成是 k 加一分之六，所以这个刚好是刚刚那个的六倍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所以的话，我就知道哈 ，S n 等于多少 ？S n 的话，我就把每一项带进去嘛，六抽出来掉，六抽出来嘛，然后这样再拆开来变多少？六倍是吧？这是 k 分之一减掉 k 加一分之一嘛，信不信？然后 k 从一开始带啊，所以是一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减三分之一嘛，一直加，加到多少？加到那个，n 分之一减掉呢 n 加一分之一嘛，那这些通通可以消掉，所以变成六。一减 n 加一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六，两底，两底吧，所以 S n 是这一项嘛，然后你再取第一名，所以这个等啊，所以这个是让等于，这个是让是等于 limit 哈 ，n 趋近无穷大，六倍的一减 n 加一分之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这是要是 S n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就是六，哦，答案就是六，答案就是六，这样有问题。